达利的吉他手加凯近期单飞展开 solo 活动，发行了个人作品，也收获了不错的成绩，备受歌迷们的喜爱。不料日前突然传出他和团员疑似因此闹僵，连主唱清风也取关加凯的 IG 带头排挤他。日前清风上传了一段影片，曝光了两人之间的对话。影片中他笑着质问加凯：“不是被自己排挤吗？怎么还会来练团？”没想到加凯立刻向他比心，并笑容满面的反问：“还能见到自己不是很好吗？”清风见状马上笑出声，接着委屈的表示自己好可怜，排挤加凯还要跟对方练团，言语之间透露着两人依旧感情深厚。我怎么那么可怜，排挤你还要跟你练团，我也太可怜了吧？对吗？可以看到我这样根本不算，我这样根本不算可以排挤你啊！清风也在限动中写到自己不会标注加凯的账号，因为他早在2月就退追对方了，而且两人很常互相取消关注，笑骂传言就是胡说八道啊。